啊，比方说口嗨撸形容这样的歌好了，它就是很适合你哦。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推出这个系列的时候，那个连结性超强。其实我这一张唱片，我觉得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哦，这个唱片真的是要感谢当时的唱片公司，从老板到整个的企划人员，包括到后面的宣传策略，它都是一连串很成功的一个策略。包括那个时候的音乐的编曲，然后我们包括连做电台的这个电台的这个广告，我们都请到黄君豪跟受访者是一点关系。我看好像有趣的。佳慧啊，佳慧是我们联合文创事业部的总监哈，有一个叫《诞生蛋》的作品，也是这次得奖作品哈。对，那个好简单，但是非常实用哦。对，嗯。所以我们听他的名字就知道，就其实就会觉得很好奇嘛，什么是诞生蛋这样？诞生蛋前一句是什么？李翊君这些歌也都还有啊。有啊，一直到现在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对啊，从来没有唱 KTV， 但在今年过年的时候，就是有个好朋友一直约我去唱，我就去，就发现说，哇，原来口嗨撸形容一直榜上有名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而且我们点口嗨撸形容出现的都是李翊君。